鼻子啊，所以我眼头要再长一点。下面对什么鼻子哈，那这眼珠对嘴巴哈，下来，珠对嘴巴，然后这珠对脖子下来，就拉直线下来，对不对？那就开始对啊，好，鼻子在这里，鼻翼在这里，好，那嘴巴到这里哈。好，然后这个是对脖子啊，你看，是不是已经在拉旁边的那个线了，而且很精准，有没有？你也不用去管它，反正按照老师的口诀去画，很准啊。然后画嘴巴，先画一半哦，不要急着画右边，先画左边，右边只是复制贴上。好，你看嘴巴已经出来了，对不对？这样有看到哈。然后鼻孔嘛，画一点鼻孔给他。然后鼻头是圆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这边可以画一个圆形。这样懂老师意思哈？对不对？是画一个圆形，这里说这边是一个圆形，这边是一个圆形，下巴也是一个什么圆形哈？所以会有三个圆形，我看到三个圆形，对不对？说一二三，好，那接下来就画外围哦。你看为什么？因为我已经知道五官在什么位置了，好，我就画头颅给他，好，画头颅，就按照这个，按照这个画，好，一模一样这样画，然后画鹅蛋脸，这个是鹅蛋脸。你看，有没有看到？是不是根本不用5分钟，搞不好3分钟就画完了？嗯，有没有？